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很平静。马上讲吗？让我最终决定这个徐畅的这首《有人说》呢，是因为，确实是另外一首歌的风格太个人、太独特，然后口吻要很像李宗盛大哥这样，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难改编。目前呢，我觉得这是这个最有趣的一次了哈。从这个游鸿明的选择，这两首歌到最后他的决定，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游戏的精神。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个东西。你也不会想到要去吃，可是我今天给你，你要不要尝尝看？